永正人といいます、ACC カップの 100A クラス VGR でレースをしています。撮影の雰囲気も普段こういうとこなかなか来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、普段できない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シェシェ。C 组冠军，这几个小时拍起来就很好玩，真的很像在摄影棚里面拍杂志，是人生第一次体验，那我觉得真的很不错，希望明年我还有机会可以继续来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我是2013年 KCC 159年度冠军。然后大家帮我 set 这么帅气，我可能一年就这么帅气这么一天吧。对，我是胡普文选手。这次拍摄就是暌违两年，所以说多多少少有点不自然。对，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再来一次。好，我是张瑞文。今年是跑超五一二五星，很感谢今天的工作人员让我今天这么不爽，谢谢。觉得这今天的拍摄比赛还要丰富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洪以伟，是今年110的年度冠军。今天一整天拍摄下来的感觉，特别的东西都是第一次。觉得第一次拍这种，好像感觉在拍游戏杂志一样。5 4 3 2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我是 EOBE 冠军车手。等一下，5 4 3 2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OBE 组 KCC 年度冠军黄浩车手。等一下，又奇怪了，等一下，好奇怪哦。恰恰。